大家早上吉祥，阿弥陀佛。这一段时间的课程啊，都在谈啊如何建立修学的观念和心态。我们谈到呢第七点啊，只有自己是学生。第八点呢？ 用心如镜啊！对，昨天讲到用心如镜啊，再来第九点呢，这个学习圣教啊，重视领悟，重视领悟，用心去感悟啊，我们走的是开悟的路啊，不是走知识堆积的路。 知识越低堆积啊，那便所之障了。啊，所以我们假如以自身来反思关照，刚学佛的时候特别谦虚啊，都看别人的优点啊。比方说，我们到了一个团体，到了一个道场，啊，我们很谦退啊，看每个人都是优点。 哎，过了两个月了，这个迁退的心啊，可能有退了。哎，发现每一个人好像都有问题，哦，所以不是风动，也不是翻动，因为人还是那些人嘛，树还是那棵树嘛，<laughs> 哦，景还是这些景。 但是，因为我们的心变了，哦，所以有一句法语叫“一切法从心想生”。哦，那这句话要不要用心去感悟？啊，不见一法，离心别有，我们没有去感悟它。 就是一个知识。我们这个学习的惯性，它就突破不了。好，每一个惯性，其实在讲的具体坏习惯，就他已经养成了，要把它突破，那都不知道要几百回合的胜负啊，才有可能把它突破过去。 啊，《弟子规》说：“不力行，但学文，长浮啊，哎，这个句子里面啊，可不能有中间地带，不能侥幸哦。他铁定长浮啊。哎，他路走错了。啊，应该师傅讲经的有讲到嘛？啊，烦恼的根在哪？ 俗话讲，“情贼怎么样？”这句话我们从小就读了哈、哦，背的可熟了。有没有用上？事实上我们还没遇佛法以前呢、啊，我们曾经学过的文章，甚至是听过的成语啊，能不能让我们开悟了？ 哎，擒贼先擒王，这一句话够不够用？够用，但是我们没有用上。哦，好，那师傅也开示喽。烦恼的根在哪？我执。啊，接着师傅怕我们不了解，要做的什么诠释？四大烦恼。 长相随，这样又把这个我执啊，这个执着又更具体了。我们好去反观，哎呀，这个是我执，要打掉。哎，所以我们常常强调修学啊，偶异大师这个净色明这四点呢、啊，不可须臾离也。 它第一个就是净土为归，啊，关心为要，善有为一，持戒为本，这四个它是交融在一起的。你不要要把它当知识背，它四个东西呀、啊。其实关心为要，跟净土为归有没有关系？当然有关系呀、啊。 一念起呀、啊，九界生因呢；一念静啊，佛界缘起哎。我这一念，南无阿弥陀佛，什么缘出现呢、啊？净土啊！我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一念，西方极乐世界莲池里面，嘣，长出一朵莲花，上面还写着名字，有没有？ 这一念就是这样感应啊。一念染，哇，这一念是染物，九界生阴这个还讲的客气一点，一念染，三恶道就生阴了，啊，所以祖师说，世之最可珍重者，无过于精神了，最可爱惜者。 无过于光阴啊。为什么精神要珍惜？你一念就是十界的因呢、啊，我们到底要怎么用心呢、啊？所以师长老人家说，轮回心修什么样的法都不可能往生。轮回心是照轮回业呀、啊。 所以，真正知道这个念头、精神不可以滥用，就念念直持名号了。所以，为什么说看破的人一定放下？他完全看明白了一个念头的力量有多大，他那个警觉性、敬畏心、恐怖心就上来。 所以这一句“一切法从心想生”，我们要懂得去感悟啊，那个修行的警觉性啊，就上来了，甚至于不可能去指责别人，为什么？不干别人的事啊！整个宇宙哪里来的？心想生 啊，《华严经》讲：“知一切法及一念，一念顿现宇宙，都是自己变的。”那这一个道理一明白了，那还有谁我们要去指责呢？跟别人一点都不相干。啊、哦，当然，在这个一切法。 从心想生这个道理，老人家呢常常会讲一个故事。啊，讲故事也是一门学问哦。啊，大家听师傅讲经，内行人看门道，啊，你可不要听成师傅怎么又来了，又在锅炉匠了，啊，又在什么修无法师了。 啊，又在哪个人呢、啊？那你就真的是人在福中不知福了。这么大一个大善之事，讲经已经炉火纯青了，结果我们却听出来不耐烦，那不是很没福报？要知道啊，师父重复是什么意义？重复就代表你听烦了。 我们就是惯性的知识学习。你是内学的时候啊，就像那个达摩祖师观，他跟性德相应的东西呀，惯摄常法，啊，就他这个东西呢，他有法味，啊，世间的东西就没有这种摄受力量啊，那个摄受力很强，惯色嘛，摄受力。 你一遍有一遍的味道，越变数越多，乏味越浓。你说世间的报纸啊，有没有人说啊，我看过一遍了，我很想再看第二遍？没有吧、啊？那不一样在这里了。哦，你一直重复，真正心用对的人，越听越有味道，才知道每一个故事的事理啊，提升无底。 其广无边。有时候你二十岁听，有二十岁的悟处；三十岁听，哎，怎么以前没有这样的体会？啊，随着你的人生阅历啊，它的味道都不一样。无量意呀、啊，所以那师父为什么重复？不也是在提醒我们，可不要学成知识啊？ 啊，当然，现在陈德在跟你们分享，也没有标准答案哦，那只是陈德个人的一个体会。啊，师傅老人家说，在佛经当中，释迦牟尼佛重复最多次的就是什么？最重要的。你看，在佛经里面讲念佛求生净土。 讲了几百次啊，好多经典都有哦，还有人特别用心啊，出了一本书叫《阿弥陀佛圣典》，他就把《大藏经》里面所有欠求生净土的全部把它收集起来，让我们起信呢、啊，怕我们不相信，说佛一再讲一再讲。请问大家，《金刚经》佛讲了几遍？ 基本上就是讲那一次，所以翻译的没有差别。哦，那《无量寿经》有十二次翻译本，只留下五种，五种的内容差异都很大。那代表什么？多次宣讲。哎，能领会到这里啊？可能你脑中浮现一句话：“如来所以新出世，未说弥陀本愿来。 这是最重要、最直接、最方便、最了当，而且专为在家人说的。他好修啊，末法时期很难修行的。哦，那他不能接受了，那才跟他讲其他法门，恒顺众生。哦，若人适得此法门，一切诸佛皆随喜。你肯老实念佛了，一切诸佛。 给你鼓掌，乖孩子，乖孩子，他不跟你讲其他的话了。哎，好，再拉回来，一切法从心想生呢。哦，刚刚是说，重复很多次，啊，我们才会被深深的提醒，这些是很重要的。 一定要从这些地方啊下功夫。那师父最常讲的一个故事，就是章太炎大师到阴间去上班，是吧？做城隍爷的秘书吧，秘书长。啊东岳大帝啊，东岳大帝的秘书长。啊，你看他早上要忙，晚上还得上班。 就去了，好，那张大师他也很慈悲啊，他接触佛法，说：“哎呦，那个炮烙之刑很恐怖啊！”哦。他去了之后就跟东岳大帝说：“可不可以把这个刑法废掉？太残忍那是东岳大帝也很有智慧啊，他笑一笑，啊，我先带这个狱卒啊。 带你去看一下，啊，就把他带到这个刨落之行的现场。他一到，啥都没有，突然领悟了，啊，原来不是东岳大帝设的，不是阎罗王设的，是什么？业力变现。哎，其实这个故事当中啊，东岳大帝有没有智慧？他也很善巧啊。 哦，他再跟他讲一堆道理，那那道理可能当事人也知道啊，他体会没那么深，让他自己去领悟。哎，他这个一看，突然悟到了。好，所以重视领悟啊很重要。好，我们从事教学的人，甚至于护念你的小孩、护念你的属下、护念你的学子，都要重视。 悟性，还有掌握不了这个度啊，会把人家的悟门给堵了。所以，走教学是一门艺术啊、哦，这也是不容易的事情哦。哎，啊，尤其面对现在这个社会的大众啊，他们所经历的。 家庭环境、社会背景复杂度比一百年前的人如何？哦，那可能十倍、百倍不止哦。哎，所以我们的内功、我们的慈悲、我们的善巧，那真的是要比古人多十倍、百倍才行哦，不然利益不了众生了、啊 那说到这里，一切法从心想生的，地狱的刑法，都是我们自己的业力变现的。而地狱十因六果在哪里讲的呢？在《楞严经》里面。啊，我们佛门有两句话啊：开智慧是楞严，成佛是法华。好，《楞严经》很重要。 哦，尤其任严经给我们讲这个，上一次跟大家举的那个清净明慧章，那个很重要啊。后面还讲五十阴魔，修行的路上境界太多了，一不小心就到邪路上去了。哦，尤其这个清净明慧章讲的。 这个杀心不除啊，尘不能出；淫心不除，尘不能出；道心不除，尘不能出。就讲五戒、啊，你不没有从起心动念处对峙的话，你要出离六道轮回，那是不可能的事情。好，那《楞严经》还讲。 色心为戒，什么是持戒？我们身口意三业能摄受住，不让它妄动。啊、哦，这个是色心，是持戒。啊、哦，表面上我们持的很好，内心里面看到别人有过了，你看这个人没持戒，那个人怎么样？戒已经破掉了。 啊，持戒的人只要还见人家过，他已经实质上戒都破掉了。啊，这佛门有一个公案嘛，那个南山律祖道宣律师，他持戒持的好，哎，好到什么程度？天人来供养、哎，嗯，啊，结果。 刚好呢，亏基大师也很仰慕他。啊，那亏基大师叫山居和尚啊，他要出家谈条件的，啊，一车金银财宝，啊，一车书，一车美女伺候他，啊，通通满足他。这个叫祖师的善巧，先把这个人引进来最重要。他看得懂，他术士善根嘛，他一出家了，他这个缘。 就能唤醒他很多善根，自然而然三居就放下了嘛。这个我们的这个师傅啊，还有这些祖师们都有这个功啊。承德就不举元的，李炳南老师功夫可了得。江义子老师大家认识吗？地狱变相图啊，西方极乐妙国图，好，还有这个。 这个《论语》化解啊，哇，那个陈德敢讲啊，无能人出其右，在艺术界，为什么总在遇人不同？他遇到的人太殊胜了，一生的画作，他有没有人知道多少的？我是不知道了，几千件我看有了，都是宝。 十几岁在台湾呢，那个作品就是全台湾的一等奖。他的作品还被进入那个故宫博物院呢、啊。哇，少年得志啊！然后呢，后来有机缘知道有李炳南老师了，他去拜师了。然后第一次见面就说。 我跟你老人家呢，学诗，学唐诗，啊，学诗。我不跟你学佛。你看，李老的年龄啊，比他爷爷还大 <laughs>。你看他年轻人一见面呢、啊，我只跟你学诗哦，我不跟你学佛。你看，你说不说？ 毛头小子，口气这么大啊！还谈条件？你看人家李别的老师，哎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善巧接应他。哎，然后呢？我这个一讲，可能这节课又讲不成了啊！他那个细节啊，真是太精彩了。哦，这李老就那个唐诗一跟他讲。 引人入胜呢、啊，这个姜逸之老师佩服的五体投地，啊，讲讲讲了一段时间呢、啊。啊，李老说，下一次你讲给我听，不能都我讲也挺累的，啊，下次你讲给我听，啊，他一听好，他也很认真准备啊，啊，就找了一个杜甫的诗啊，啊下了很大功夫，下一次来讲给李老听了、啊，啊，讲讲讲。讲 讲了一段时间，李老说：“哎，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？”江老师：“我那么认真讲，你还不专心？”啊，他还有点不高兴啊！啊，接着又讲一段时间。李李老师：“哎，真的有声音呢、啊，你没听到？”啊？他这个念头：“哎呀，他想是不是有什么东西？”哈 <laughs> 哈就是鸡皮疙瘩都起来了。 接着李老跟他说：“你真的没有听到杜甫在哭的声音吗？你把他的诗讲的这么烂，你看，他把他的慢心给调服掉了。啊，后来又过一段时间了。哎呀，这个意思啊，就是叫江老师，对不起啊。” 刚好呢，我们慈光图书馆啊、哦、办佛学大专佛学讲座，我不能给你讲师了，我得给你请假。那姜老师就诚惶诚恐，哪有老师给学生请假的嘛？是吧？哦，那那那当然是一定要以这个人家大专佛学讲座为主嘛。好、哦，好，那就空一两个礼拜不能上课了。 就是李老师就开始上佛学讲座了，啊，来很多人呢。结果这江老师啊，上课已经上瘾了，所以呢，没去听老师讲课啊，很难过，所以他就到那个慈光图书馆外面呢、啊，就在那探头，边听啊边探头。结果那个李老啊，就从窗户看到他。 哎，就叫他的名字，来，进来，进来，这么一叫就非进来不可了。好，那一进来呢，就把他放在安排在第一排正中间那个位置，然后让他坐在那里。好，然后接着怎么说呢？哎呀，你们真是有大福报啊！今天这个江同学来了呢，因为他来呢，我给你们讲一首唐诗，大家都鼓掌嘛。 他假如每天都来啊，我每天都跟你们讲一首哇，那你说他来不来？哦，那接下来，当然焦老师他就上了那么多天佛教了，结果后来课程结束了，啊，然后下一次啊他又跟老师一对一上课了。 啊，老师还没说话，他说：“老师，我要学佛了 <laughs>。”哎，可是重点还不在这里哦。啊，重点呢是菩萨为因呢，众生为果。啊，那菩萨不着相啊，看一个年轻人说我不学佛，他看到的不是这个相，是什么因在哪？ 他知道，他会这个态度啊，绝对不可能是空穴来风，有原因的。这个原因不解除，必然是他的障碍，是吧？所以修教学的人不能着相哦，不然一着相呢，你就挑这个学生不好，挑那个学生不好，你就完全被这些相给葬住了，然后一一障住了。 这个缘就把我们的傲慢啊脾气啊都给叫出来了。哦，那接下来更恐怖了，这断人慧命就不好玩了。哎，就问江老师，啊，这么一问就问出了 long time ago，啊，他小的时候啊生病，啊，那个年代啊是吃不上白米饭的。 说母亲看他病那么重啊，就去借米呀、啊，煮了一碗白米饭给他吃。哦，所以好像那个年代的人都挺想生病的啊，啊，就生病才有这些东西吃。哦，结果呢，他就很期待嘛，那个白米饭煮好了，他妈妈正好啊，要把它端出来给他吃啊。 哇！你看想了多久的东西过来过来，突然听到啊，出家人那个席藏的声音啊，托钵啊。他妈妈一听到这个声音啊，就有出家人来托钵了，二话不说啊，把那一碗饭就赶紧端出去供养那个出家法师。 所以呢，在这个江老师幼小的心灵当中，就觉得出家人把我那一碗期待已久的饭给抢了。哦，所以他他的内心就对这个出家人就有反感吧。那小时候他他又没有这个判断，那什么恭敬三宝、护施、这个他不懂，他只知道白米饭我没吃到。 啊、哦，结果就把这个原因说出来了。哇，当李老听到这个原因的时候，非常的严肃，然后看着江老师，说道、啊：“说你母听呢，母亲呢、啊，恭敬三宝的这个功德啊，太大太大了、哦。他这个福报大到啊，他的后代呢，要不出龙象。” 就是出佛门的大护法。你看这一段话一讲完，那江老师对李老很尊重啊。他这么一听，哦，我妈妈的后代要不是出龙象，就是出佛门的大护法。啊，当然陈德没有在现场，可能江老师一听，看着他的未来是什么？ 你看，把一个烦恼转成什么？菩提，转成一种愿行。你说这个教教书的智慧有多高？哎，他借每一个因缘，因缘虽然是刹那生灭，借假修真。这个身体是假，可以修成佛。哎，每一个缘是刹那生灭，可以每一个缘在聚散当中，你会用了，可以护佛种性。 常使不觉，把人的菩提心善根都给护上来了。哦，好，哦，所以刚刚啊，我们哎是讲到哪？怎么讲到哦？亏基大师啊。哦 <laughs> 哎，亏基大师，啊，这个三居法师就这个善巧把他引进来了，啊，那他也很仰慕人家持戒呀，啊，所以这个就要经过那个南南山，呃，终南山，就要去参拜这个道玄律祖，啊，那每天都有天人来供养嘛，啊，结果。 这个道宣律主也想，哎呀，他来了，那个天人来供养的时候，好好让他看一看，是吧？哎，就后来亏基大师来了，那一天天人没来，隔天呢，天人又来了。道宣律主说：“你昨天怎么没来啊，接着律主说了：“昨天呢、啊，有大乘菩萨来。” 然后呢，把这个山呢，团团都围住了、嗯，我进不来。这个道宣六主听到这里，啊，背后流冷汗了。哦，你看他持戒精严，他也想说，哎，表演给他看一看。那怎么知道？很可能人家的境界还更高，都说不定了。 所以持戒精严呢、啊，但是绝对不能见人过啊，不然这个戒就破掉了。事实上，我们假如善于去体会啊，在这个时代，龙蛇混杂，佛门强调慈悲为本，现在的众生比起三千年前。 的众生苦难多还是少？多。那请问大家，佛菩萨是同体大悲，那现在来的菩萨会比三千年前少吗？假如比较少，那同体大悲就不成立了吧？好，那既然越苦难的时代，佛菩萨实现的越多的话，那我们是肉眼凡夫哎。 有没有可能，佛菩萨我们把他看错了？有可能哦。那怎么办？哇，那假如他是菩萨，我还把他当凡夫一直批评，那造这个业就麻烦了。怎么办？总要有个解决方法出来吧，不然今天陈德讲到这里，大家心头上有一颗石头了。 这个人是不是菩萨？那个人是？不是？你每天烦恼的、很恐惧，那不行了、啊。礼敬诸佛，修普贤行嘛。既然分不清楚了，那看一切人都是菩萨。哦，所以师父讲平等心的时候，把他的心法告诉我们。啊，我在我的心目当中，一切众生都是阿弥陀佛。 我对一切众生的供养，跟对阿弥陀佛绝对没有两样，平等心的落实、啊。师傅再加一句：，不是把众生当做阿弥陀佛，众生本来就是阿弥陀佛。所以，佛菩萨入法身境界的，他见性，跟人一见都是见人家的。 真心不变的本性，所以他看一切人都是佛。所以说，当我们看一切人都是佛，恭喜你，你成佛了。啊，当我们看一切人都有问题了，哇，一切法从什么心想生。所以这个时代龙蛇混杂。 请问大大家，提婆达多是什么来历啊？提婆达多现在在哪？在地狱啊！可是他想的是很高的福报，因为他是来配合佛陀演戏的，是吧？有正面就什么反面的、啊，所以没有他配合。 怎么会给我们后世这么多的启发呢？哎，所以那你现在有没有遇到提婆达多？没有遇到那么厉害的那说不定人家视线的是浪子回头金不换呢。所以都要离境啊，所以达摩祖师说：“你绝不可轻视。” 执迷不悟之人，有没有？最后这段话很重要吧？啊，都有可能在一念之间弃恶从善呐。他说：“修行越来越简单，也不要去打量人家长短了、啊。礼敬诸佛，一切皆恭敬。” 啊，就像师父讲这个受辱不怨，教导我们处事一定要什么恭敬、谦虚，去对待一切人，不跟人结怨。啊，随缘消旧业呀、啊，我们不是净土为归吗？什么时候净土为归？ 不可虚于离也呀、啊，不然就是假的啦，幸愿不具足了，一时激动而已啦。真正幸愿具足的，念念求生净土，就像印主讲的：“随忙随闲不离弥陀名号，顺境逆境不忘往生西方。” 这个花花世界太厉害了，我们一念不求生呢、啊，那一念就可能开始沾染了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三十系念有一句话讲的特别透彻，须臾被念佛之心，刹那即结业之所，只要不念佛，不持咒了。 就是轮回心起来了，又造轮回业了。所以真正知道啊，自己妄想纷飞扶不住的，铁定很用力的老实念佛。不然我又要造轮回业了。我可这一生要牢牢把握这个无量劫来稀有难逢之一日啊，这样的机缘。 不能再错过了，不再造新殃啊！因为再造新殃又要带我们去轮回了。随缘消旧业，有这个心呢、啊，人家找你麻烦高兴啊？为什么？早一点爆掉啊！千万不要临终来扯我的腿呀、啊！我可没那个功夫，啊，被扯腿还还扶得住，所以赶快都爆掉了最好。 那我们也都在探讨这个修行啊，关关难过，要关关过。啊，夏莲老、愚公都给我们启示。啊，夏莲老说：“此两关不破，啊，任你谈玄说妙。” 都是门外打之绕，入不了门。第一关是欺，第二关卓然自己见得自己满身过失，而见人过就是过失当中很厉害的。大家要知道啊，见人过是傲慢，傲慢可是嗔恨的核心哦。 而嗔恨一起，可不好玩哦。一念嗔心起，火烧功德林哦！啊，所以师父讲经的时候说，我们修了多少功德？想一想，上一次发脾气什么时候？假如是刚刚，就叫。 并无功德，全部烧完了，重新再来。哦。所以《金刚经》说：“一切法得成于忍，忍辱重要啊！不修忍辱，成就不了。所以师傅说嘛：小忍小成就，大人大成就，不忍。” 不可能有成就，不管是事出世间，所以要栽培自己，要从忍辱下功夫；要选人才，也要看他忍辱的功夫到哪里。你看，自受用，他受用啊。那我们体会的深，才能护得到别人。我们都没有体悟，我们传递的还是知识啊。 孔老夫子的教学，我们佩服他什么？啊、哦，师父讲经说的，为什么释迦牟尼佛、孔老夫子的教化能影响几千年，那个力量还那么大？没有别的，因为他们是做到再说，圣人身教的力量非常大。好、哦，那。 曾子曾经讲一段话，啊，说他跟着夫子啊，观察到夫子有三个优点呢，他非常佩服，可是他都还没做到。啊，这三个优点啊，第一个，这个，这个见人。 一过啊，见人一善，忘其百非，是夫子之意，义事也，很容易清净。哎，这个我们要不要学？要学哦。这一句话跟哪一句菩菩萨道相应呢、啊？菩萨所在之处，让一切众生生欢喜心。 我们也想这么做啊，但是这个是心地功夫哎。我们一不高兴呢，嘴角就翘得很厉害了。人家一看，哎嘿嘿嘿，赶快走吧，状况不大对劲了。那怎么可能让一切众生生欢喜心？所以这个心法，这一句就是“见人一善，忘其百非”，代表老夫子的心中只放人家的好，人家的优点。 人家的付出，师傅教了没有？教啦。师傅说：“只念人家的恩，不记人家的怨；只见人家的优点好处，不见人家的过失。这”这善护自己的心呢、啊？这些都跟普贤行完全相应。他礼敬诸佛，他称赞如来。 他忏悔业障，只见自己过，不见别人过。啊，那第二，见人有善，若己有之。这个就是《太上感应篇》说的嘛，见人之德，如己之德。啊、哦，我们很多年长的学长们也很可贵，啊、哦，看到这些年轻的。 学长，都随喜他们的善根，这个就是见人之德，如己之德。啊，那夫子就是见人之德啊，啊，见人之善呢，若己有之。夫子是不争也，他对人没有嫉妒心，不会去跟人家争高下，不争也。其实。 嫉妒心很厉害的，哎，我们现在还没什么，它还不起作用。有什么的时候，那嫉妒心可厉害了。啊，好，第三呢，闻善必躬亲行之，然后导之。啊，这个太用心良苦了。 他遇到好的教诲啊，他不是先去跟人家讲，啊，他是先自己亲身去落实，体悟的很深了，然后再去供养给大众。所以徐醒明老师在讲《大学》的时候，有一句很重要的话，是用我们的明明德去什么？ 而是性德啊，他一定是烦恼亲，他调伏烦恼，然后呢，智慧长，他用这个修出来实修的智慧去供养大众，这非常重要啊！陈德曾经听到啊，有讲课的老师，他在跟别人讲，我一年讲课啊三百场。 啊，请问大家，你听到有一个人一年讲课三百场，你会怎么看这个事情？请问他的时间都在哪？飞机上，在讲台上？哎，包含会讲出这一句话，他的内心也要慎重。 是不是有不彰而、啊、不炫己长嘛。再来，我们是同一个时代的，都是成年以后才学的。请问修身要不要下功夫？请问齐家要不要下功夫？那三百场是对大众，都是治国，都是利益社会国家呢？ 那什么时间拿来修身齐家，拿来革致成正？对呀、啊，所以讲上台是因缘，下了台很心虚啊，因为讲的自己没有做到啊，还得下功夫才行啊。啊，实在讲，承德假如现在没有出家的话，这个讲台我真的不敢上。 就是希望自己赶快多下一些功夫，哎，但是因为现在已经出家了，啊，出家也是个行业嘛，对呀、啊，那行业行业要干活啊，啊，那那出家人最重要的，师师长老人家说你要讲经啊，而且交代不能中断呢，哎，那当然不是说讲课了。 那就忽略了修身齐家，各自成真，那不行的。所以那个学不列等，对我们都是提醒。哦，好，所以大学重要啊。我们所学所用功，离不开明明德、亲民。明明德是自爱啊，自立呀、啊；亲民是利他化他。还有一句很重要啊。 知止而后有定，定而后能静，静而后能安，安而后能虑，虑而后能得。那最重要的是什么？知止，你才能有后面功夫的提升。不知止，后面什么都没有了。那请问要止于哪里？止于至善。 还有点抽象，哦，对我们来讲啊，止于求生净土。所以刚刚跟大家讲说，为什么说净土为归？你有念头，没有求生净土了，无始劫那个对世间的习染的惯性就上来，四大烦恼、长相水就上来了，须臾被念佛之心刹那即结业之所。 做不了主了。这个不是我讲的哦，老法师在英国汉学院的时候，一谈到知止，他说：“这个知止就要止于求生净土。”我们都是成年才学的，就不要说过去生的习然，就前面这十几年、二十几年、三四十年时间的东西，可染的不少哦，在梦中都还常出现呢、啊。 所以这个，赶紧要多念佛啊！身处令数，熟处令身才行。好，那自己要做到，这个是身教的力量很大。好，那我们再说回来。 若真修道人，不见世间过。那这句话我们重视领悟的话，那见人过，就连在道中都没有了，就不是真正的修道人。当然呢，就是说还没正式打八段锦，还在热身当中，哦，还没正式打，还没真道人。 可是问题是，无常迅速哦，无常迅速哦，啊，其实承德跟大家讲那么久啊，其实也是承德对峙这个习气呀、啊，也是已经几百几千回合还没对治好，但是以这个错误的过去啊供养出发心菩萨。 比方，陈德有一次有一个同事啊，跟人家冲突很大，好，那个冲突后面会有很大的流弊啊。结果陈德啊，就刚好抄京剧，就是要提醒他，你现在这个状况、脾气呀、啊，跟人的对立。 这个是不对的，我就写了一段，我已经不记得那一段话了，啊，结果也很善巧，啊，就递给他，啊，这善巧他就不会说敏感，好像我在挑他毛病，啊，就善巧很自然的拿给他看，他一看完了，眼睛瞪得很大，说：“你看他们就是这样，我很震撼，你知道吗？” <laughs> 就是他严重到我要劝他了哦，然后他看完那一段话就很生气的说：“他们就是这样。”哦，那其实呢，陈德讲这一段子的时候啊，再拉回来，其实我看他，我也在看他的过嘛，我通通还在梦中的梦啊，我也没醒啊。 哎，真的没醒哦，没有觉悟，以后会不会犯同样的错？以后也犯哦，啊，所以承德身体不好，也不是偶然的。我们处在这个位置啊，不好玩啊。处在这样的位置，你做错一个决策，影响多少人？ 很难算哦。哎，你做错了一个决策，走错了一步，后面因为你而跟上的人，承德都有因果啊。所以《论》《孝经》里面说：“战战兢兢，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。”为什么一个国君要这样？他一错了，影响的是一国的老百姓啊。 所以他得在上不骄，高而不危；自节警度，满而不溢。人有声望的，人有权力的，调服不了习气的时候，在这样的境缘，哪有不习气做主的道理？对呀、啊。所以虽然大家都很慈悲啊，看到陈德生病了，说：“你太辛苦了。”都是很厚道给陈德。 台阶下，啊，人家给我们台阶下，我自己可要反思这十几年走过的路才行啊，没有反思彻底了，下一步还是会犯前面的错。好，好，所以承德观察到，一个人是这样，在团体里面也是这样。 什么现象呢？啊，比方说，团体里啊某一个人，他现在掌权了，啊，权力握得很厉害，哦，那同事就会啊，他这样做不对呀、啊，他这样做独断专行啊，整个团体搅得乱七八糟。 可是陈德经历过这些事之后，观察到什么呢？当这一个掌权的人下来了，换当时候批评的那个人上去了，他的严重程度啊，有时候不亚于他前面批评的这个掌权的人。这样的情境啊，陈德看了不止一次了。 啊，所以有一句俗话叫“新官上任三把火”，这个对我们有没有提醒？哎，为什么他三把火？他觉得前面的哪些做的不妥不对？他上来他就想改呀、啊。其实他得冷静冷静啊，因为有时候他看不对的时候，只是他的角度啊。所以有一些一上来。 把整个国家政策改很多的，最后都非常严重的失败。谁就是个例子？王安石变法，哇，把那些忠臣什么司马光啊，这这些一宋朝这些名臣都被他贬走了。你说他学问好不好？很好。结果你看哦，这么多有德行的人提醒他，他都没醒，最后还去找一些小人来合作。 啊，搞到最后很惨，他的儿子也死死的很惨，绝子了。他唯一的儿子是很年轻就死了，所以读历史对我们也是一个重要的提醒，嗯、所以不能意气用事哦。好，我们再扩大来讲。 现在民主政治啊，都强调政党轮替有没有？那个反对党批评的啊，底下的老百姓啊，痛快，他那骂人骂的底下的鼓掌啊，骂他贪污，结果下面一个上来贪的比前面的还厉害，那你能怪谁？ 师父老人家说：“那个票是自己投的，那个叫因果票。<laughs> 对，你自己投票写出来，你要受那个果报啊。所以你看，没有古圣先贤的智慧啊，我们有时候在共业当中会整个被拉进去，不冷静的。” 所以师长讲，几千年来选干部哪两个字？笑脸。你看现在都是学历呀、啊、口才呀、啊。哇、哦，那个口才好到群众一堆支持他的。哇，你要拉拢这样的人，告诉你以后他就把你给推掉了，是吧？因为他那个煽动，他根根本就是为了他的什么？ 利益嘛，可是当他的看法跟他的领导不一样的时候，下一个他要推掉的目标是谁啊？可能就是你咯。对呀、啊，所以我们处在这个时代啊，真的是子孙虽与啊，经书不可不读。哪有一个有德行的人常常在那里？ 扬人家的恶，啊！所以现在弘扬《太上感应篇》很重要。不彰人短，不炫己长。他学过《太上感应篇》，他善恶他会看到，哎呦，这个人行为都跟《太上感应篇》不一样，这个人的票不能投。哦，所以大家有没有看？一切法从。 心想生，我们自身也好，团体也好，大到政党也好，都是因为只见别人过，不见自己过，才延伸出这些对立跟冲突。所以不见一法，离心别有 <laughs>，还是要拉回来，不然又完了，又被自己给卖了。哦，好。 所以这个叫，呃，一切皆考验啊，不是考别人啊，考自己啊，一切皆考验，不能被境转，不能被境牵出去啊。看而怎么办呢、啊？对境，面对境界，对境若不是对面对境界，不知道只有一个人是学生啊，是内学啊，须再从头练，就被境界给抓去了。 那陈德只要想一想，啊，我去批评别人，可能我比他更，以后我还比他更严重啊！自己那种警觉感，因为那个景象啊，发生在陈德面前，印象很深，就拉回来提醒自己了。哦，都是啊，都是不长人短，啊、哦，都是呢，纯是一颗。 护念他人的心。昨天还跟大家强调，什么叫信具足，自他一体，无差别相，这个叫信具足，这才跟菩提心相应，才跟慈悲相应。所以师长老人家为什么用五心，就是让我们时时关照。 念头不要用错了，五心就是真心，时时不离真诚、清净、平等、正觉、慈悲好。好，那我们这一会看得到的这么多的善友在护念我们，看不到的。 不知道多多少倍，是吧？那说到这里呢，大家承德在供养大家一个心得，承德的观察，每一个人，甚至每一个团体，每一个国家，佛菩萨都尽了全力护持他。 因为可是他现在怎么还是堕落，或者这个团体还是出问题？问题都不在哪里，不在佛菩萨那边，不然他就不叫佛菩萨了，他也入不了那个境界了。大家读过《地藏经》没有？《地藏经》里面有很重要的一段话哦，佛陀跟地藏菩萨交代哦。 这个阎浮提众生呢，哪怕只有什么一毫的善，一丝一毫的善，你都不能让他堕到上恶道，有没有？好，地藏菩萨答应没有？地藏菩萨做到没有？哎，你们没反应，你们居然怀疑地藏菩萨。 <laughs> 这个就很严重了 <laughs>。再来一尊，观世音菩萨，千处祈求，千处应。那哪有苦难众生需要他老人家帮忙，他不帮忙，那他就不叫观世音菩萨了。他契入的是什么境界？上与十方诸佛同一慈力。 下与六道众生同一悲养，就是六道众生的痛，就是他的痛，他焉有不知？对呀、啊。所以重点在哪？佛菩萨苦口婆心，掏心掏肺，但是我们不听话，不听话又不敢让我们造。 严重罪业，因为不听，继续讲，他在骂人呢、啊，太啰嗦了，诽谤了、啊，那诽谤佛菩萨，那这罪，佛菩萨不能让我们遭这个罪，他就先退开了，在旁边看，生生世世，谁足与我，心无战舍。 所以这一些真相啊，我们没有从经典，没有从祖师那边呢、啊，我们根本不知道。我们假如不是遇到圣教，我们可能不知道父母他那十重恩呐、啊，他那养育之恩，我们可能都已经忘了大半了。都是透过经典慢慢给我们唤醒，才体会得少许。 父母的恩德啊，好，所以这一些真相，我们体会到了。劝发菩提心文，我不知道大家读是什么感觉。啊，我们以前读书说读《出师表》。 不哭者不忠啊！读《陈情表》不哭者不笑，读《祭十二郎文》不哭者不涕啊！当时陈德就联想读《劝发菩提心文》不哭者没有良心呐、啊！你看祖师，他有这么高度智慧德行的人，他怎么劝我们修行？ 不下余下凡夫身实现泣血祈赏，祈赏是给我们顶礼啊！祈求我们受持啊！啊，泣血祈赏，哀告现前大众及当世净信男女等，唯愿慈悲啊！请大家慈悲啊！只要听我一点点就好了，稍加。 听察，这不就是祖师给我们掏心掏肺吗？你说我们这个因缘里面，于静义公来了没有啊？这都是阿维月智菩萨呢，那绝对的、啊。你在读他这一篇文章，他焉有不加持你的道理啊？ 我们所有读的经典，每一部里面都有无量因缘，我们才读得到啊。那一日常规，那也是依据陈董学者，那是《养成一规》里面的一篇纲啊。那背后也有，应该是庐江的同仁把它整理出来，跟我们整个生活当中相关的，把它。 列出来，哦，所以真的，我们说啊，重视领悟，我们去体会呀。啊，那《法华经》一讲大势因缘出现于此，这个大势因缘就是要让众分众生当生成佛。可是，在这个大势因缘里面，又包含着什么？ 无量因缘，一佛出世，千佛永代呀、啊。那这个千佛里面，这一每一尊佛又有无量的因缘在里面呢。我们就回到自身吧。那请问，师父的背后有没有无量因缘？哪个因缘没有了，就没有师父给我们讲法。 那我们的成长有没有夏莲居老居士的扶持？会基本是他老人家。那夏老的后面又有无量因缘，甚至于夏老当初在民国时期，在抗战的时候，有没有生命危险的时候？那说不定是哪一个菩萨帮他挡了一枪，都说不定啊。我们只是没有去研究而已啊。他们那个年代都很不容易的。 他们都把一生的成就和盘托出，供养我们。啊，知福惜福啊，造福；知恩感恩报恩；知缘惜缘造缘。那这样的感悟啊，陈德觉得。 自己的信心呢，恢复了不少。因为我相信，佛菩萨随时在护持我，在护持着每一个人。这一点呢，真的是非常相信。这也是从观察当中得来的，从自身，还有从我接触的所有的同仁，他修行有起伏。 但是在关键的时候都有人去扶持他，不然我们走了十几年哪能走到今天？哪一个坎没过来就没有到今天了。哎，好，那陈德观察到不只是人，不只是团体，国家也是这样。零九年，师傅老人家。 在台湾治牙齿，还讲了一部很重要的经典，修華言指《修华严奥旨望尽欢喜观》，就是把《华严经》的精髓，这是贤手大师写的学《华严经》的心得报告，《华严经》的浓缩就在里面了。第二次宣讲在台湾讲的，那不会看的人哦。 师父去弄牙齿，佛菩萨哪有一个念头？我要去弄牙齿，他是随缘的，随众生的缘啊。结果去了，那一年呢，承德也在台湾。结果那一年，老人家一有机缘，就跟尤其跟国民党什么立法委员呐、啊，啊什么这个各个县市首长。 都跟他们对话，都把三民主义的精华，把老祖宗好的教诲都介绍给他们。这么多人哦，几十个，啊，还有民进党的都有，都是在政界啊有一定力量的。最小的是个县市长、啊，要不是立法委员，要不是中央官员的、啊。可是几十个人。 在那样的机缘，就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说中华文化重要。这个人一出来，师傅一生的智慧福报完全就加在这个人身上你说加不加？铁定加。师傅一直强调哪一个地方做中华文化示范特区最好。 哪里？哦，你们这么小声，因为这里只有我一个台湾人而已。我不自己讲没没气。结果最近师父说，看看海南岛能不能做，我一听紧张了，听失聪啊，本来都讲台湾现在变成海南岛了，哎呦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。佛。 那你说台湾有没有机会？完全的机会啊,啊！还是澳洲有福报，把这个大山之士请去澳洲，马上特批给他终身荣誉啊，就是这个永久拘留，还派部长亲自送。 尊贤呐、啊，群书之要在哪里？Right now 啊，你会看的群书之要，师傅在表演，人家澳洲也在表演，哎，陆克文也在表演啊。他他一上任呢、啊，把师傅师傅邀请去给他讲治国之道、啊。师傅不是谈讲经的时候说，那个陆克文。 啊、哦，要去坎培坎培拉嘛，就见师傅的时候，一大杯咖啡嘛呵呵，一大杯啊。哦，师傅说干那个是累死了呵呵，还是他老人家自在了啊、哦？那个当个国家领导人可不轻松啊，他上来可不得了，很不简单。师傅跟他说：“你不要叫反对党啦，没叫反对党，反对党。” 自己落一个印象都是对立的，所以有没有看到师傅的智慧？老人家看一个字都知道这个字的流弊在哪里，看到一个词都知道什么样护念众生了、啊。善巧方便，所以告诉他：你以后不要叫反对党，要叫什么党？兄弟党。反对党就是为反对而反对，兄弟党就是一起为老百姓谋福。 那他真做哦，国与国和睦相处、平等对待，政党与政党，族群与族群，所以，陆克文一上来就对着他们澳洲原住民的一个长老，非常有威望的长老，给他忏悔道歉。 为什么他们政权进去了一定杀戮了本来住的这些澳洲的原住民？这个冤仇不能化解，他道歉了。这么好的人呢，才做不久啊。大家看到什么？为什么佛门叫福慧双修？人民没有福报啊，好的人上去也坐不稳。 那陆克文的中文都可好了，他是在中国读书的，这么好的人，你看他在位的时候，现在中国跟澳洲那关系那不知道多好，所以你看这机缘都过去了，你看越多啊，就不着急了，什么缘啊，丝毫勉强不来啊。 那未来烦恼看多了就算了，别操心了，没用了。最重要的嘛，安,安住当下，赶快修复修会。这个我是我们能掌控的，其他的缘呢、啊，这个我们不要皇帝不急呀、啊，急死太监了。哦，赶快回来修。 台湾机缘过去了，新加坡有没有福报？那假如老法师现在还在新加坡，新加坡现在是什么国家？领导全世界的教育跟文化，是不是？你看，是不是已经到了联合国了？已经净空之有色都色了。 新加坡也是多元文化、多元种族啊。那假如师傅没走，现在榜样在哪？对呀、啊，哦，那新加坡不用赚其他的钱，就赚观光,光、文化、教育，就赚翻了、啊。这个机会他不见了。所以陈德是因为经历了很多事啊，最后说真的，同体大悲。 是对每一个人，他还会遭难，那绝不是佛菩萨不慈悲，是我们自己看不懂，没有听话，随顺了自己的执着分别，严重的固执性格造成的。啊，佛菩萨也只能流眼泪啊，在旁边很有耐心的等我们不固执了。 等我们相信了，啊、哦，信为道源功德母，这个加持力瞬间就过来了，没有时空的障碍。所以，为什么忏悔以后，一个人的脸可以马上变一个样？那一忏呢，如千年幽谷啊，一点才照，千年之暗俱除，它消了。 消了之后，那个加持力啪就进来了。忏悔都是因为突然明白了佛菩萨苦心了嘛，父母苦心了嘛，他肯听话了，那个加持力就进来。好，那我们刚刚啊是从一切法从心想生谈起。那章太炎大师到地狱去也了解到地狱。 是自己的业力变现啊，所以叫地狱十因六果。劝发菩提心文里面说，念生时苦，大家念这一段的时候，印象深不深？尤其这一段，虽然是讲地狱恶鬼出生，请问哪一段最长？地狱啊，是吧？ 这个剑刀山野，则方寸皆割裂；热铁不足鸡，吞之则肝肠；羊童难鸟渴，饮之则骨肉多糜；巧风吹之，死以还生；忍听教嚎之惨。 煎熬盘里，但闻苦痛之声；青莲累劫，铁落季节，则红藕花开。死生地下，每经万变，一遭苦痛，人间已过百年。好，谢谢大家。我们念完这一段，这些情景。 我们要想到阿罗汉，他脱六道了，他可以看五百世，他一想到自己堕在地狱的情境，想到都恐怖的怎么样，流血汗。请问大家，我们这一生有没有痛到流血汗的经验？没有、哦，那就知道那种。 痛苦比我们世间不知道多少倍哦。那佛是真语者哦，地狱太苦了哦。啊，若能念地狱之苦啊，这懈怠不起呀、啊，精进自己会升起来哦。哦，好，那。 这个《楞严经》里面讲的这个地狱十因六果，那我们就不能造这个音。啊。承德呢，只举一个音。跟大家做供养。好、哦，佛陀讲到了，阿难啊，此等皆是啊，就地狱这些业报啊，彼诸众生自业所感。 造十习音，这个习其实都是习、啊、气，过去今生的习气啊，然后受六交报，就受那些苦报。云何十因？哪十因呢？阿难，一者影习交接，就邪影啊，发于相摩摩擦，哦，研魔不休，如是故有。 大猛火光，我们慢慢去体会一切法从哪心想，所以我们这个习，它是相磨，结果，你看磨的东西它就会出火，所以它感的就是猛火，所以如是故有大猛火光于中发动，就。 慢慢形成这个业果了。如人以手啊相自相磨触，暖相现前。你相磨它就热了嘛，暖相现前。啊，接着说恶习相然。这个恶习的意思就是，过去生有这个习性，现在又遇缘，现在生这个习性又被这个缘唤醒。 过去现在这个习性啊，相然就是加成作用了。哦，就好像干柴遇到烈火，就越烧越旺了。啊，所以固有铁床、铜柱、诸事。好，啊，是故十方一切如来，一切如来都了解。 这些真相了，啊，所以他讲到的他自己内关照啊，或者是劝别人呢，都是提醒这个欲呀、啊，感的就是火，就是欲火，啊，所以菩萨见欲，菩萨见到这个欲望啊，如避火坑啊，所以这一句也告诉我们。 菩萨为因，菩萨已经了解事实真相了。他知道这个习染赶什么果，他绝对不起这些习染。好，好，所以这里还举了宝镜书，也应该是祖师的书。啊，所以诸佛同科，这个科就是。 很慎重的劝诫我们，啊，审疑刻骨啊，我们应该记住这个教训，刻骨铭心。那菩萨共避，菩萨都避这些恶因呢，凝不惊心。就我们怎么不战战兢兢的来护好这个念？地狱都是我们这些相应的念头感召来的啊！所以，呜呼，欲之为火，其途。 其毒若此，这些习性是五毒啊，危害很大。唯愿有志的男子女人呢、啊，幸勿自效扑灯蛾也。我们不要自己像飞蛾一样去扑火，把自己的会命给毁掉了。好。 好，那最后我们再回到我们今天讲第九，好，重视领悟，大家想到重视领悟啊，有没有想到哪一句京剧？啊，举一隅不以三隅反。 则不复也，怕堵了他的悟性。还有没有？哎，子贡讲啊，我闻一以知二；颜回呢，闻一以知十。啊，所以好学要跟谁学？颜夫子哦。 你看，孔老夫子赞叹他好学，没有说他每天 K 书诶、欸，是不是？说他什么？不迁怒哦，不恶过啊。所以这个真正的学问是什么？调服自己的习气哦。这两句话已经到什么功夫啊？不怕念起，只怕觉迟。 他才能不迁怒，不恶过啊，都是在念头当中下功夫、啊、跟非礼勿视、非礼勿听、非礼勿言、非礼勿动一样，都是克己的功夫。那他老人家也是闻一以知十。其实这些都跟华严的境界很相应啊，是吧？ 你看得懂华严的表法，你就从一个点就悟到一切处了，啊，这样就不白费东方持国天王在那里跟你弹琵琶了，是吧？你在那不知道表法了。哦，弹琵琶，我比较喜欢听古筝，<laughs> 那就还在那分别执着，那就麻烦了。哦，好，还有一句也是重视领悟哦。 无道一以贯之，请问这是不是用悟性来学习？不是用知识吧？知识都是记很多啊，它不相干哦。它是一以贯之。哦，好，这是第九点啊。这个第九点呢，明天呢再跟大家做交流。 第十点呢、啊，目前当目其心。这一点不去重视啊，大善之事来、啊，你都看不懂啊，还挑他很多毛病啊，哎，那就就麻烦了，当面错过了。这是第十、十一呢，重实质啊。 不重形式，这个也是很重要的。四十二章经第三十七章讲的：“佛子离无数千里，意念无界，必得道果。”啊，在无左右，就在佛陀左右啊，跟在旁边，虽常见无，常常看到我。 不顺无戒，终不得道。哎，这句也是强调清净善知识，也不能在形式表象中，要重什么实质？所以经典里面常常都跟这个呼应啊。比方说，广修供养、普贤行，摆在第一位的是什么供养？ 如说修行供养，第一呀、啊，就是把老师的教诲去落实，而不是买很多好吃的去孝敬，这个还排不上位置哦。第一供养是如说修行，大家要了解，我们没有气入重实质不重形式学的，就是偏掉了，偏成什么？搞情执。 他只想着啊，老法师一想就哭，想别人都不哭，都想老法师哭。你怎么不想众生哭啊？我想你想众生哭的时候，老法师最欣慰。哎，好，看到老法师高兴的不得了，看到家里的人脸很臭，那这是真正尊重老法师吗？对呀、啊。 所以搞情执的，情执是什么？爱真。他爱老人家爱的不得了，他一定有讨厌别人讨厌的不得了。这个严重了，因为他表不了法，人家会说：你看这个人都跟老法师学的这么执着，只会讲道理，都没做出来。 好了，一直一直在强调，我跟老法师学的，我跟老法师学的。人家一听学成这样，我不学了。不能搞停止啊！我们学佛是学觉悟啊，怎么换对象？老法师有没有讲不能换对象？佛教我们不能贪哦，我们不能在佛法里又旧戏重演，又在搞贪。 所以我们常常都说老法师，我们做的跟他老人家讲的不一样啊，都在断人家跟老法师的缘。所以最重要的当下落实老法师，这是真正供养老法师、恭敬老法师。好，这是十一。十二呢是四一法，四一法我们之前有提过。 十三呢，离言说相，离名字相，离心缘相。第十四呢，掌握纲领，纲举目张。啊，好，你们不用抄了，我整理给你们。啊，你们上课的时候呢，这个不要那么辛苦，啊，不然。我。 这个我也，这个看大家抄的这么辛苦，也过意不去啊。我我有整出来了，啊，再过几天我修一修啊。第十五就是劝发菩提心文那一段话，这一段话包含了很多心态都在里面，把它截出来。勿恃意而轻浮啊，欲物欲速而不显。 不久长，勿懈怠而无勇猛，勿为米而不正己，勿因循而更期待，勿因的的的啊，这一段包含很多都在里面了啊，这一段特别把它截出来哈，这个大补汤大家喝一下啊，最后十六啊，我就讲十六点啊，你们有的再麻烦啊回馈给陈德。 承德在帮你们去修供养啊！十六是呢，修学要有高度的警觉性，面对境界要有高度的警觉性。啊，为什么挑十六呢？啊，十六啊，无量寿经说又贤护等十六真哈，哦 <laughs>，我们这个没有德行啊，但是也凑一下表法的意境。 好，谢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